死了！哈气哈气哦，不能讲了，不能讲了！啊！你痛杀我！我真的快笑死了！我的天啊！哇哇哇！哇哦，原来是这样！出来啊！走啊走啊走啊！那个黑黑的，是不是就是你了？啊！我后面的，小心小心！你要唱，你要唱，你要演演唱啊！你要唱歌，七彩的微博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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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力耶！哇，我顶到那个，你要继续唱，你要继续唱，乘着练气，没了，没了，哇，我要死了！哦，要，他被传走，他被传走了，谢谢你，睡啊睡啊。好猛哦！联手戏耶！哇，超屌的耶！酱油先躲起来，酱油先躲起来。好，好的，好的，我躲起来了。有没有办法飘他们？我找不到他们啊，他跑去哪了？哇！而且我们没有女巫怎样票的。对呀、啊，他们一定现在蹲好好的。我真的跑不起来。哦，巧克力在这里。哎、欸，哈基在福利熊那边。福利熊是不是？没有啦。福利熊，福利熊，福利，他要过桥了，他要过桥了。没有。我去桥对面，我去桥对面。好好好，包包包他，包包包，包包。酱油呢？酱油呢？包包包包包。我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水里水里水里。哈基在哪？水里酱油，你我靠你了，酱油。对，你到哪？赶快来投票！我们这。看不到哎，那个画面好好笑，这画面摸不到，摸不到，而且我还被摸，哎，就是你，太逗，摸到了团团，等一下，我再唱一晚，那个那个，对你去追那个，我去追猎人，这样是不是不太对？没有不太对啊，猎人，我们不是朋友吗？喂喂喂。哦呦，猎人，你干嘛？谢谢。没有。赶快跑！啊，那我回头来打这个啊。好好好。哎哎，你怎么两个？这样不是两个？哎哎，累积哦。哎，没有啊。我以为我是用传送哎。哎哎，为什么？打完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你这能力有点强哎。我以为我是用传送哎。哎。所以可能有一个神秘的 bug。bug 吧，所以你刚要传他过来了。你刚刚那个是写传送，我没有仔细看，可是是第二个，第二个哦，所以两个都是那个随机技能嘛。是哦，那二零我们来帮你看一下技能呐。我帮你看一下，有什么问题我们帮你看，我帮你 debug 啊。哈基哈基哈基，快点，哈基，快点，点点，你被定住了，你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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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都做得到。巧克力唱歌，巧克力唱歌，巧克力唱歌。哎呀！我干嘛唱歌？我又不是人。结束啦！他是狼人。啊，等一下，第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二零怎么了？我看一下你的技能。垃圾啊！垃圾杀的啦。嗯。我想说，你们两个怎么一个人穿裤子，一个穿衣服？你们两个讲，他们就是都是我们的伙伴，一个是伙伴，一个是诈欺啦，都倒，都倒也是。我想说你们这两个人躲在这边，其中一点一定是有问题，我就把你们杀了。啊，不就还好，我们两个好棒棒把他们都打了。哎，而且有两晚都是平票，然后都是好人出局。你好狠哦！我那时候以为是刀一个。没有，听我解释。那时候我以为有那个是诈欺师把装备丢出来给另一个人穿。他是给我穿没错，确实是有啦，他确实是有穿。结果谁知道杰克也是，然后我就把衣服穿上，然后你就把我杀掉了。等一下，那个，而且衣服给人家穿，他还会隐形，他会隐形呢，对吧？很神，没有。刚团团唱歌唱完之后，他隐形，他整个全身隐形的。对，然后人鱼唱歌会隐形啊？唱完的时候，所以人鱼还是很厉害嘛。虽然自己会很难受啦，虽然你白天游泳跟我们一样，对啊，那时候是哈基游在前面，第二个是团团，第三个是我，第四个是200，200在路上走，对，然后200后来跑到岸上，我就想说，哎，那我就打团团了，我就不怕被打了，我快不行了，我真的快笑死了，可以，我都没唱到歌，我没唱到歌哦。
啊，说不定接下来你就有机会了。对啊，说不定你就有、说不定接下来就美人鱼会是谁？美人鱼是谁？我有红包100块，我没有钱。请问可以20都没有？迪叔，你有红包了吗？20有吗？我还是熊兵。为什么？没有钱，我走了。没事啊，累积啊，那个钱。奶茶在哪里？迪叔，迪叔，这里为你介绍第三个产品。拉贼吗？拉贼吗？臭豆腐，这个是臭豆腐吗？臭豆腐买走了。哪里？这里有拉贼，这里有拉贼。我刚看到20在追猫，他有问题。哎、欸，二零，你说这里有臭豆腐、哦？我要逗猫。没钱呐、啊，没钱、欸，这里这里这里多哎，请我吃些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臭豆腐，哎，走开走开。哎、欸，臭豆腐哦，好好吃哦，就趴呗就趴呗。我还有136里面有什么？我还有131块。等一下，没钱、哦，这里有肉粽，没钱，太多人了吧？这里我现在看到，之前玩都没发现。底数 QQ 还有肉粽可以哦。对，在福利熊那边。哦，福利熊，等一下福利熊一堆人。我看到有人开技能了，有人开技能，就是 QRQQ 啊 ，QRQQ， 你玩什么玩太多了，真的。你的技能好像不太一样哦。对啊。哦，这里还有啊，不能进。天亮了，天亮了。那个游戏不是蛮像的吗？天亮了，天亮了，不是天亮，发光了。发天亮了。天亮喽，天亮喽，天亮喽！上面怎么上去的啊？啊！不要！哎呀，我还没唱歌。我真要用你跑这么快干嘛？而且它的天灯好酷哦！天灯是玻璃块加那个灯笼哎。嗯，我刚刚是。宝宝，你干嘛？你要追我？你有问题？宝宝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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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烦心吗？哎、欸，你、那個、让人唱都不唱，团团也死了，天亮了，我也死了。噔噔噔，白天啦！我用观察的啦，测灵或繁星吧。我觉得繁星哎、欸，因为他刚刚在桥上，然后我就看到不是，我觉得这个那个说法怪怪的。没有啊，因为就是在晚上发光的时候看到两个狼的身影走过去，但 我觉得是繁星。为什么看到狼的身影就觉得是我？因为我看到繁星往桥上走可能是炸西斯啊，然后那个方向就有一个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怎样？你怎样？你怎样？我炸西斯啊！我炸西斯啊！你怎样？我才是诈欺打人，我是诈欺师，我是诈欺人，就要骗人，真的保证。哦，雪狼跟魔狼有可能会分开哦。我相信洋洋，有这时间过了。等一下，好啊，洋洋，我跑了。我呀，洋洋腿断，哎呀，繁星的吊死，吓死我了。洋洋，你真的是差一点点就要被打到，真的，好可怕！哎，我一个与世隔绝。与世隔绝是怎样？那我穿一下衣服好了。你去那个？哦，你是出家了？小心洋洋。出家了，出家。洋，你可以试看全部脱光啊。脱光要干嘛？会现形吗？哎，还是还是隐形的？哦，你可以动好。我这是隐形的。对啊。现在还有现形，现形，现形，现形。所以脱光就会现形，好不好？好可怕哦。但你脚身上还有一件，你就会隐形，所以你可以只穿裤子。好强哦！你可以一人一件，很强哎！一人一件，你走在这啊？你走在这里？哎啊，这个是谁啊？晚上狼人都没叨到人，天要亮了！噔噔噔噔噔，上在楼上。这个谁？我的推还是你刚认定谁不是谁不是狼？目前是迪叔、波波你对不对？没有，所以剩二零还有对，加西斯哈，二零跟酱油。我是冤家，我是冤家，是村民，我是村民。我也是，我刚最后查到就是迪叔不是，对，然后巧克力不是。我觉得是波波，他刚跟刚刚也是狼，我不是不是不是吗？推推那只剩酱油了，二零啊，二零，不是我啦，真的不是我啦，是吗？好可怜哦，消失在桥上，不是我啦，你是女巫对不对？你是女巫，二零，那你是什么身份？你可以跳啊，对，我是诈欺师，诈欺师我，诈欺师跳过了，跳了，太晚跳了，不是二零，你一定看错，你再看一看你什么身份。
哦，扎奇斯啊，打不到他了，打不到。哎呀，晚上了，晚上了，你们快跑！哎呦，帮你们，帮你们。哎、欸，可是我三万五的，可是你可以动，你可以动，你可以动，不能动，你可以动，不能动，不能动。好，那就结束看，好像雪狼不会可以动的样子，好像啦。为什么我有两把斧头？啊！哇，是红色的，那你可以煞气哦 ！Kill Kill 波波 Kill 波波，我帮你藏在波波旁边。哦，那你副手可以拿一把，你这样子两把很帅啊！这个是在干嘛？我死了就双，我死了就双斧狼人，好帅哦！好煞气的，全场最帅。哎、欸，我们明星四缺一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哇，别你别来！我追焦手，我在追焦那个双斧狼人，怎么进去啊？那边进不来啊！楼下走上来的，你刚刚的那个位置 啊, 啊！你走错间了啦！旁边的声音很大声，原谅哦！怎么麻将的声音那么大声？还是没有杀到人？酱油是好人，酱油是好人，酱油是好人。你在哪里呀、啊？这、啊、我不知道谁了哎、欸，预言家、啊。我上一场他泱泱泱又不是200，我是炸七200，他都说两把斧头了，答、欸啊、对了，不是20，赶快再看一下你的身份，你好好表水一下，就没救了、啊。Oh my god！ 其他人也不没救吗？看这白天结束有没有获胜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我真的不是。假如还有的话，假如还有的话，他地图怪怪的哎、欸。怎样？我刚刚用那个开眼，然后结果他好像是用到把一个狼人伙伴传过来，因为他是不是按错啊？你按错吧，因为我按伙伴，我按第一档。哎、欸，结束了。哦，所以刚刚那个是20杀我是不是？没有，是我。哦，是你是不是？我跟你讲为什么？没有没有，就是因为猎人在定的时候只有我可以动，嗯、然后我动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还有另外狼人也在动，我就想不是、啊，因为雪狼不会可以动，雪狼可以动，雪狼可是我也可以动、欸。那这样算了，刚刚猎人定的时候，团团你可以动吗？我记得我哎、欸，我有动吗？我有点忘记了。你有动，我也有动。我想说另外一个应该是动，就是那个啊，不是，我真的是啊。我刚刚定这个时候也可以动哎、欸，可是过多不久被传回来。作者有说有可能是伺服器延迟，对啊，可能是延迟啊，延迟。反正早晚路都要念完才会开始。反正我今天就是不是狼人命啊，是当狼人都会被刀就对了。然后我刚才是被刀害人啊，每个狼看到我都想刀。那刀我的是谁？哇，叫你，我最想要唱，不想让你唱。哦、我想唱个猪之歌，猪之歌。Q 、那接下来该有蠢蛋喽。啊，蠢蛋耶！好嘞。要不要再加个抖 A 呢？哇哦！哦，今晚还查你耶？那个砍我，是不是？大家隐身看不到。200跟那个迪叔，这个抖 A 呢是这个样子。看一下、喔，抖音被打，喜欢被打。抖音，只要你在白天的时候被票死的话，那你就是毒瘾。OK，、哦、他会是一个第三方阵营，你就要想办法在白天的时候被票死。真的很 M 哎、欸。对，很 M、嗯。而且你如果被白天被票死，你毒瘾的话，你就要说哇好 M 哦，就要发一个很抖音的发言。我的妈呀！好不好？那之前我们玩抖音一定会是他的身份一定是好人方的阵营，嗯，对，不会是那个，他不会是狼抖音，对，但是你对，就是你是好人的某一个职业，但是你是第三方阵营是这样子 ，OK？ 预言家抖音蛮懂的。那这个蠢蛋呢是这样，所有人都有机会成为蠢蛋，他是 25% 成为蠢蛋，嗯，好不好？那蠢蛋的话，基本上你就可以去想，你的职业就是能力就是反过来。对比方说像蠢狼人，你的武器就是拿不起来，砍不死人。OK， 然后你招传人的，你如果是狼王，你传人的话，传的一定是好人，不会是狼伙伴。好棒、哦！对，按猎人的话就反过来，猎人你定身变得没有办法定，然后你传人一定是狼，
所以猎人建议你就先定定看看可不可以定到人。你定不到人就代表你一定是蠢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那蠢预言家你就是查谁都会是狼，无敌就变成没有用，是缓速。OK OK。那女巫呢？你的灭人器变成是自杀器，你丢出去，你碰到自己的话，你就会死哦，自己会杀自己哦。有了，我已经自杀过一次了。无敌。